我是小耿，今天我们来挑战七星酷宝。何为七星酷宝？就是星星数量越多，酷宝的难度也高。你看，还有比傻子还简单的关卡，像傻子酷宝就只有一颗星星，接下来还有新手两颗星星，普通三颗星星，高手四颗星星，大神五颗星星，当然最难的王者就是六颗星星。不管多少颗星星，我相信自己都能通关的，哈哈。你看，真的比傻子还要简单的酷跑，闭着眼睛都能过，没有一点难度。嘿，没熟的米饭和鲜鱼我带走啦，因为我会做饭，嘿嘿。来看看傻子这一关也是毫无压力的，一格两格三格，我跳，果然是一颗星的难度呢，又有吃的耶，带走带走。新手酷跑两颗星难度，嘿，左右左右，再跳上去，奖励是什么呢？哇，烤全鸡汉堡，今天我小耿又要撑着出去了吗？嘿嘿。普通酷跑这是一个两个距离跳，得要冲刺一下哦，不然就很容易失误了。一二三，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。哇，全是吃的，我全都要了，美滋滋。高手酷跑，哇，又是熟悉的二段跳，虽然没有助力，但对于我小耿来说一样没有问题啦。看我表演，我秀，嘿嘿，这次手感不好，再来，我蹦。咦，这怎么回事呀？我再来，哦，总算上来第一个了。哎，又掉下来，哼，这里的二段跳实在有点难度，稍微不小心就会掉下来，重新再来。嗯，让我好好研究一下。嘿，有成果啦，其实也蛮简单的啦，就是要到中间最边缘的位置起跳，你看轻松就上来，千万不能像之前那样斜着跳，哈哈，又学会了一个小小的二段跳技巧。五颗星的大神酷跑，这也是一个二段跳，嘿，我都掌握技巧啦，看我表演，一二三，呼，轻松上去啦。哈，前面是传送地心带，我最讨厌的酷跑关卡，你看一直失败，真的很难把握方向呢。你看还带拐弯的，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好难呀，看来要用作弊道具了，拿出我的钩爪啊，快掉下去了，看我的，呼，还好上来了，这一关也有好多吃的，我都要带走，弥补我刚刚受到的伤害，嘿嘿。六颗星的王者酷跑，熟悉的一格二段跳，靠着中间边缘蹦蹦两下就上来呀。呀，怎么又是加速带？嘿，不过这次看上去简单一点，我跳，果然简单一点。哇，这里怎么还有第一次啊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赶紧吃点麦包。哎，这上面怎么还有第一次？这是要二段跳，赶紧吃麦包，这是故意整我的吗？哼，好疼呀，不管啦，冲呀，还有一个，继续吃麦包补血，冲呀，呼，终于上来了，差点就狗呆了。前面是烤肉串，让我吃个烤全鸡，跳跳跳，过来了啊，又有加速带，这次我要凭实力过去啊，疼，还有仙人掌，看我的，吃个烤全鸡，冲呀。虽然身上有一两根刺很疼，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嗯，这就是王者的奖励的，美滋滋。